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测试的关卡是上教青尊，上教青主将尊，硬闯通天诛仙阵地狱级，哦，硬闯了硬打错字的那个地狱级任务，哦，那不重要哈，哦。首先可以看到使用是双双鱼，哦，记得指定攻击。好，先把右边那只 KO 掉。好，留左边这只除夕地。好，既然要除夕地，我们就做个一 combo 吧。靠！为什么做一 combo 它都变成三 combo 啊？是怎样？哦，太可怕了！掉下去我就直接GG了。要！哇，球大！我看一下 ，CD 3还 OK。好，这时候叠印机。哦，我用的是叠印机的方式啊。然后叠到骷髅头出现为止，不过不要超过六回合，因为六回合它会二连击。三回合了哈。四回合，哦耶，舒服啊！建议开一下这个好了，这是可以可开可不开啦，看你的抗魔术，你稍微算一下。我懒得算，直接在下一关出击就好了。非常漂亮的。上面居然没有新珠，为了要把血补回来，所以我们决定开了一下这个726D 的木莓。嚯，刚好吸回来，真的是太刺激了！哦，最危险就卡心了。
就他一直给我卡心，有没有？还有机会要撑，三回合，这时候是可以打的，没有问题。建议在 CD 的时候 KO 掉他，我觉得这一次是故意让他打的。我为什么 CD 2 KO 掉他？因为 CD 2他、下一个阶段变身的时候，他还是会是 CD 2。好，因为他20%盾，所以一次只能打20%的血量，所以怎么爆发都是打不死的啦。哦，慢魔快打没关系。哎呀，给我卡！卡攻击珠，没关系，我们就不用急，先边补血，把血补满就好了。又卡，我、当然卡住，有些时候是因为combo数要上去啊。他们说不够，没有卡哎、我刚看到我的水珠。再慢慢打，其实都还 OK 啊，因为只有打3000多滴而已，还 OK， 可以接受。哇，累格的太夸张了吧！哦，水珠有点少，所以我先转一回合好了。哦，不要想要在这边磨，这关是磨不了的。啊，记得这个关掉一下，不然潜能解放会影响到。攻击力来讲，大概算过了，大概三组水珠，哦，最好是四组啦，三组啊，有一次可能会 K 不掉。四组水珠，九 combo 以上，哦才会死掉。哦，我再算一下攻击力啊，1.5×1.5×1.5×2.5×1.4，对，没错，至少要四组水珠
9 combo 才能够秒掉全部的怪。哦，所以这时候我建议大家旁边要练习一下。哦，你或许有四足水珠，可是不能做全体攻击，这个也是很重要的。稍微练习一下，花个一点时间，应该是还 OK 啦。毕竟都打到这里了，我是希望一次就过了。这条路线不错，至少7 combo。因为我们有茉莉的话，应该还 OK。四足水珠7 combo， 所以天上还要再加2 combo。2 combo 应该是有机会的，天降外加上面的2 combo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好，蛮好，9 combo 刚刚好，哇，真刺激！这是唯一的难关啊，后面的尾王里面他那么难打，因为这一关一定要秒杀才可以。然后这次最多只能打25%的血量，这个还 OK， 剩一只就好处理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打击1000多滴而已。哦，当然你要这边储 CD 也 OK 啦，我觉得其实没什么差别，就边打边储。
然后第五关这边可以除一洗，除一个洗地啊，但是我觉得无意义，我们直接开机上走就好了。这个水珠留一下，哎靠，还是把我修掉。嘣！哦，这一关的话 ，CD 4，所以很轻松，这一关可以慢慢除 CD。八回合，他有67万，所以我可以边打，无所谓。我可以看到减伤后打4000多滴而已，还蛮轻松的。哦，这队如果在第四关没有办法一波带走的话，就要重来。哦，这个是比较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。哦，下面可以开始做一些除珠的动作了。4424要记得哦，是4424哦。我忘记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个部分哦。这边的话至少要4 combo， 两组水珠。不然他防御力有点高，打他不会痛。好，防御10000多啊，所以我们要打超过10000多。为了方便绿珠的话，我可能暂时用像左边那一种叠法来绿了，因为可以多存几颗啊。因为存不了太多啊。旁边那两颗那种叠法，基本上来讲不太容易会被削到，我还蛮推荐的，因为水珠有点少，先打一打好了，先打到一个程度再来绿。
非常好帮我补血。再一波好了，不然 K 掉就算了。只是建议大家多绿贴出出来，下一关先消亡的血。好像不够，再来一次好了。哦，两组水珠四 combo 就够了，多一 combo 没关系。哦，现在我会想要稍微绿一下了。靠，消到。嗯，一定要这么帅吗？啊，这时候我不太建议各位去转双鱼，把它转出来，我不太建议啊，因为怕你不小心天降 KO 掉，你到下一回又没有攻击住。哦，没有转到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已经出满气了。哦，左右各留一个就可以了。可以看到这样方式，我中间要抽两组水珠都不是那么容易啊。哦，有了。哼，两 combo 有点卡住了。好吧，舍弃一下好了，我们留一边就好了，不然这样打拖蛮久的。靠，手残。
当然留多一点攻击珠，你下关会比较好打，这是一定的啦。只是要留不好留，他那个珠攻击力不够多，珠子不够多的话，攻击又不够。不错，来整牌的。哎呀，还是不够威力。实在拖太久了。又搞到还剩没几颗。这样应该是 K 掉了。尾王。好，吸血。叠印记。等一下不要给我卡这一颗就好。靠，还真聪明耶。哦，危险了。不要卡水珠啊！我看一下技能，看一下。八颗，因为叠印机不能断了啊！哎 ，shit。又来哦，真的是被他气死了。靠，不开机不行，不然就没机会临死了。啊，真是可惜啊。200多万应该有点困难。好吧，听天由命。一定要这么刚刚好就对了，七张宝哦，我头痛了我。
这时候还有这个贝尔波的加成啊，所以我们就开机吧。反正我不能转心的。哦，漂亮的天降星珠。刚卡星这回很难讲。我靠！目前是没卡星，可是离太远了，我觉得很难过去，而且我要继续叠印记。好，那我们读一下了。靠，真的给我弄那一颗。哈，卡星的。好，印记绝对不能断。无力，先不要了。因为现在印记已经跌到一个程度，我不想要断掉印记。哦，没办法了。看可不可以一波送走了。要拼点运气了。看起来是没办法。啊，我的一时还是要吃。结果还是没办法临时通关啊，真是抱歉。靠，断了，球大没关系，我们再开一次吧。可是威力差很多啊，一定要在这么漂亮的角度吗？好吧，送他走了。很可惜，没有办法临时通关。不过关卡这次是有录到了，这个目前看是没有问题。嗯，可惜，卡星没办法。哦，打了两张了。哦，双双鱼啊，双双鱼对稳定下蛮佳。第四关哦，大家注意一下第四关，第四关比较有问题。哦，以上这个是上清教主降尊硬闯通天诛仙阵那个硬字打错的一个示范。哦，通关队伍示范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。